大家好，东北四老师。上一期也发了一期无毛猫，也大家说了那个把发狗不发猫。这今天呢是周日，这也有狗市，这狗市上这猫也不少。今天我看看我们近期狗市上都有什么猫，都有什么品种猫，有多少种猫，看看价格什么样。看这市场上，从宠物市场，鸽子、鸟、兔的、猫、猪。还有卖羊的，这个市场啊卖全了。小兔子，小狗、小猫，还有小狗和小猫放一个笼子里了。这猪肉卖的啊？两百六，两三百。两个三百？嗯，不合适，一个三百都拿不走。这么大三百，还俩，一个就一百五。啊，他这猫多。这个叫什么豹猫？这个蓝猫，那个呢？暹罗。三种猫，这猫都怎么卖的？这个猫崽呢？猫崽六百。猫崽六百，蓝猫呢？蓝猫大的六百。啊，这个呢？那也六百，暹罗。暹罗也六百。母的下过一窝。市场猫啊，我们其实市场猫也真不贵。你看我拍那无毛猫，一个就一万多。这就是宠物猫啊，这他家这猫比较全，这有三种猫。我再上面看看。今天专门来看猫啊。这就是小狸猫哈。啊，对，狸猫。这狸猫怎么卖？来，只要十块，便宜。十块。看看。十块。你看你长毛就没有无毛值钱，那无毛一万多块。就是啊。你这玩意你到长毛干啥呀？你给你扒光它啊，还是睡的，哎，和小狗睡在一起，还和小狗睡的，睡这么香。你看小鼻子。再有兔子，这兔子咋卖的？兔七十一个。兔七十。这小狗里还有猫。这个小花猫多少钱呢？三十块钱。三十。奶牛猫。奶叫什么？奶牛猫吗？奶牛猫。奶牛。奶牛。哎，对，奶牛。它怎么叫奶牛呢？长得像奶牛是吗？花猫，怎么管它叫奶牛猫？啊，都叫奶牛猫，三十一个。你看那小猫多好玩。太纯黑了。太招人稀罕了啊！这一吹风也是值的。你咋的了？放躺着呢？衣服不埋汰了吗？啊，眼镜抓掉了，谁也不敢动你。多少卖啊？三个十五。三个十五，这什么猫啊？那个夏利花猫。夏利花猫。小猫，五块钱一个。五块钱一个。啊，买这小猫五块钱一个了。小猫五块钱一个。这也太便宜了。你该回家了，五块钱一个看猫看猫。这个是什么猫啊？叫什么猫？这个。金渐层。叫什么？金渐层。金渐层。这猫怎么卖的？这猫五十万。这个猫是哪产的猫啊？是国产的吗？不是。哪国的？那个美国。转过来，看好不好看？五十。那我们这个市场上猫啊，卖真不贵。我主要来就是干这几个鹅。看看你这小猫，这小白猫。这小猫叫什么猫啊？波士猫。白色的，你看看这小猫，好不好看？卖了。这猫多少钱一个？啊？五十。像我们市场的猫啊，就是便宜，五十。在我们鸡市场上啊，也就这几种宠物猫，这个价格真是太便宜了。现在来看呢，大家对养宠物猫的热情啊，已经过去了，所以说这宠物猫啊，也是不值钱了。整个市场的宠物猫啊，加在一起，这价格啊，不如那个无毛猫啊，一个零头的价钱。这是我们的边远的地区啊，今天市场就这几种猫，这价格呢还真不贵，真的很便宜。现在这养的越来越少，宠物养那个兴趣啊，现在好像已经过去了。好了，今天这个猫啊，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。大家对这块还有什么需要咨询的、需要询问的，请在我评论区留言或私信。今天就到这儿，咱们下期再见。